6月24日 Chestnut Lane 将发行 solo 专辑，这让粉丝兴奋不已，但 Nut Lane 的 solo 却等了整整7年。粉丝们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 solo， 因为在团体中个人很难尝试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。然而音乐评论家郑明仔却说，唱片公司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让单个成员 solo， 对于许多公司来说，为个人发行专辑并不是他们最紧迫的任务。即使唱片公司为一个受欢迎的组合成员提供了不错的 solo 素材，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会成功，因为并非所有粉丝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一个成员，而团体可以保证比 solo 歌手自己产生更稳定的利润，而且为 solo 歌手制作专辑比为一个团体制作专辑需要更多的技术和精力。但有品牌逆势而上，其中之一就是 YG。 BLACKPINK 的 Jennie 在团体出道2年后就以单曲 solo 亮相，因为 YG 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团体中的每个成员建立强大的个人品牌。就 BLACKPINK 而言，YG 为所有成员都建立了忠实的个人粉丝群，让他们比其他偶像可以更快的 solo。 不过更多的偶像只能在出道多年后才能开始自己的个人事业。爱的韩舍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